大家好，我是迷之声啊。今天呢，为大家进行一款比较老的游戏啊，去年的一个就是在 JS Games 网站上面啊，一个休闲游戏制作比赛的最终的得奖作品啊。这个作者呢，我们应该也已经很熟悉了啊，四百年的作者就是这个人啊。而且他做的其他一些游戏，迷之声其实也录了视频，但是后来发现不是很适合实况，就删了。啊，这款游戏呢叫做 Deep Sleep， 深度睡眠，深眠。啊，为什么突然想起做这款游戏呢？因为它啊刚刚出了一个续作啊，叫做更深的眠，更深度的睡眠啊。所以我们来进行一下这个第一作，深眠，深度睡眠。好，我们来开始新游戏。当你凝望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凝望着你啊！尼采的啊，这个游戏啊，刚出的时候，迷之声其实啊玩了一下，然后呢，因为种种原因啊，玩了个开头就没有玩下去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冒险游戏啊，也就是在屏幕上乱点的这种啊。我刚刚醒来，好、啊，右上角有一个选项啊，可以调亮度，我们调亮一格哈。然后呢啊，为什么没有玩下去呢？因为啊，这个游戏呢，它在可以点的东西上面啊，没有这个光标的变化的提示啊，而且呢，有的东西啊，哎啊，本来以为是看这个照片的，其实点了一下就到这边了啊。当初玩的时候呢，哎，第一个谜题就没解开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这个啊，要点一下这个花瓶才能拿到钥匙。因为拿不到钥匙，迷之声当时就决定不玩了。好啊，听到了这个咚咚的声音，好、啊，锁住了。哎、啊，是用这个开的吗？哎、啊，还真是用这个。哎，这是梦境变换了的意思吗？好、啊，这是有一个钥匙孔的一个立方体、长方体、立方体。这个做的像个长方体啊，啊。哎，这不是我的床吗？这不是我刚刚醒来吗？没错，这个深度睡眠是一个啊，关于这个做梦的一个游戏啊。哎，这个直接响，哎，我能不能回来？啊，这个声音略响呀。哎，有电话在响。好，这边味道超难闻的。哎，要不要接电话呢？叫我们 wake up， 醒来，不停的在醒来啊，手电筒，但是呢没有电池。哎，你老叫我们醒来，能不能挂上去？很烦啊，外面很冷。他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同的话？但是我没有听见，有什么声音啊？只是抽屉的声音，蜘蛛网。哎呀，就是这一点不好。我想弄蜘蛛网的，结果呢？啊？好，这边下面不能进，那么我们就是先看右边嘛。哎，这边什么也没有，这面墙上很大的裂缝啊，我们要走这个无限长廊了。哎，没有过程啊，直接就下来了啊。这个是一个黑板，还是用来挂钥匙的地方啊？这是什么啊？我十分确定这个纸条啊会让你看到的。在现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应该已经知道这一切不是真的了啊。我希望这个内部的觉醒呢能很顺利，你呢能够有一个完全的清醒的对于梦境的控制，忠实的你自己啊。哎，这是早餐铃啊，当当当啊。然后这边啊，这个游戏有一点不好，就是哎，这里面是什么？太黑了看不见，也就是要手电筒了。哎，这边有个阀啊，下面有一坨水。哎，这个是来时的路啊，这个地图不科学嘛。好，继续下楼。哎，这个是锅炉。哎，等一下，先回来，先在这边。这是抹布吗？啊，旧的破布，老的布啊。来，这边是哎，还真可以捡煤啊，啊，还是块幸运煤，嗯，啊，需要一个杆子之类的啊，操纵杆。
哎，这里面这是什么样的梦境了、啊？有一个人在里面被烧死了，这种感觉还会有吗？再来一遍，没有了吗？而且这个转不开啊！啊，里面火这么大，可不能转开啊！也就是要想办法，哎，想办法把一个杆子放在这里了。但是哪里有杆子呢？你看，这种要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去找的东西啊，啊，有没有电池？我们有一个立方体，有一块破布。哎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转不动，是不是这边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哎，不是这个意思吗？哎，沾湿了。哎，沾湿了布，这有什么用呢？沾湿了布就可以直接把那个打开了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啊，还是一定要把外面这个拉动才行。好，我们再上楼去看一看。哎，这个上楼的真是没有楼下到楼上的视角吗？不能把这个捡起来吗？能不能把哎？还真的是把骨头啊，谢谢你了，很有用啊，来给你擦一擦，擦一擦嘛，真是的。这边什么也没有啊，破碎的风景啊。好嘞，我们下去。拿起一根腿骨，哎，这个走路的声音太响了，很烦。来，好，打开啊，这还是烫的要命啊。好，打开。哎，是走进去吗？好，获得了一个小小的钥匙。哎，这里面之前有个人呢。啊，这个作者啊，场景绘制的角度都很不对。我们之前要看的钥匙在哪里？不在这里吗？在楼上啊，对，是在楼上。哎，老是忘记掉，走路是要往这边走。这边呢是一堵有裂缝的墙，有没有锤子啊？拿煤来扔你，真是的。哎，那个在哪里来着？是在这边吗？啊，这边又要 wake up 了。打开。哎啊，是这个。来。里面是什么来着？哎，你让我拿呀！好，电池放进去。好，我们去看一看黑洞洞的那边是什么东西啊？来，打开手电，醒一醒啊！是啊，我正在努力嘛。再过来，哎，有一个小骷髅，叮一下啊！这边有，哎，这是什么？金色的雕像。哎，你不出来了。哎，这边哪边是哪边？哦，好亮。这边还有一个门。哦，是靠近进来啊。我的女儿呢？睡觉了，一直没有醒来。我的儿子啊，一夜之间性情大变啊。市长的夫人啊，被附身了吗？哎，这边还有更多的啊，没有，甚至都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。但有一件事呢十分确定，他已经不再是七年前和市长结婚的那个人了。啊，有一个人呢在昏迷之后醒来啊，杀死了自己全家啊。最后一个呢，你是下一个了啊，是时候付出代价了啊。谁让你玩弄那些啊，去你无法理解的东西呢？哎，卡住了，回得去吗？窗子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从窗子里面翻出来了，够不着，那就是这里咯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出来，再往楼下呢？还有啊，哎，获得了一个钩子，能不能跳下去啊？一般来说，在梦中往下掉，不是会醒来吗？哎，这边是，这是哎，这个灯没办法点哦，这是什么？被锁住了。哎，这边要个密码，
难道之前的简报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金色雕像、小钩子、手电筒，一个湿了的布，还有一块煤，还有一个小小的立方体。这是什么回事呢？我们要去找。哎，这个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左边的小骷髅呢？不见了。旧的天平。哎，很在意啊，为什么有旧的天平啊？是不是要放东西上去啊？一边放羽毛，一边放心脏什么？哎，这边还有。这个看不太清楚呀。小小的木马啊，还吱呀作响，吱呀的声音呢。这个哎，看不太清楚呀。Little lady is lost without his Little Cody 啊，不是 lady， 应该是个儿歌吧？啊，小小的 Cody 呢迷路了啊，没有他的这个老虎的娃娃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还可以点一下。没有老虎的布娃娃，那么这边是要往后退了。就是说这个在左右移动的时候呢啊，也没有这个方向键之类的，真的很烦。哎，那个小小的黄金雕像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骨头还能拿回来吗？不能了。这边是要用钩子吗？不是吧。这边啊，说他不肯动，那怎么办呢？这边还有没有什么路啊？我们能不能拿着这个雕像去砸这个啊？这边老是要忘记砸这个墙呢？不行，用钩子也不行啊。难道用钩子勾这个吗？啊，不是。立方体啊，到底要怎么样？哎，是不是那个所谓够不到的地方？哎，这个已经落叶已经死掉了，能不能抹一下？你不要说了，捂住你，不行吗？哎，这是什么啊？没有。不要就这样卡关嘛。不会在这种地方啊。之前啊有看到一个评论啊，他说啊，一般来说这种探险游戏当中，要这种随机乱点啊，还是特别让人烦的。但这个游戏当中呢，啊，稍微可以容忍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啊，哎，本来就是在做梦嘛。啊，你在做梦的时候，啊，经常非常难受。哎，这边每次都要使用一下。右边有路吗？没有。这边箱子呢？也不是。哎，真是的。这边要是有一个什么随机啊。每五次里面，哎，有一次，哎，突然出现一个什么东西，哎，这就有意思。这边用钩子吗？不行，够不着。啊，难道卡关了吗？不要这样呀！我们手上拿到这么多东西了，这个不肯动，砸了你。不行。哦，对了，应该去看那个提示的是吧？忘了。来，这个屋子里面，有数字吗？没有数字。这边呢也没有数字。这里呢没有呀。哎，等一下，七是不是每一篇里面有一个数字啊？哎，这个没有呀。这里呢也没有。这个也没有，只看到这篇里面有一个七，但是没有其他数字。这边上面呢，每日奇文啊之类的。没有数字怎么办呢？我们再回去找一找，还是就去看攻略了。Little Cody is lost without his plushy tag。 对啊，这个摇着的木马能怎么样？来，放个钩子，放几条绳子。不行吗？这个雕像，哎，这几个道具都毫无意义嘛。让人无法理解呀。怎么办呢？这边还有一个钉。我的宝剑在钉啊。这个还是不肯动，这个还是一滩水。这个梦要怎么样才能醒过来啦？这边进去还有什么东西吗？白茫茫一片，真干净啊。能不能做个大扫除之类的？切，就这样卡关了吗？
哎，没有看到任何和数字有关的东西啊。这面墙也打不开。啊，你们说最后结局的时候会不会是在这面墙呢？嗯，也有可能。这边的 wake up。Wake up， 哎呀，如果你光说几句话就能让我 wake up 的话，这个游戏不也挺好的吗？怎么办？要去看一下攻略吗？然后下面这个楼反正进不去。哎呀，真是。还有没有什么？这边也没有数字呀。啊，总而言之，我们还是先进入到这个要输入数字的地方去。我们先下个楼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手电筒也不能用在这里呀，哎，又到这里了，啊，好，我们去看一个攻略吧。主要是这上面这个灯，我也想砸一砸，它不让我砸，啊，说不定把灯砸了，然后打开手电筒一看，哎，有一些什么黑光的东西。这边到底要输入什么了？哎，不对，嗯，好，看一下攻略。啊，大家好，我回来了，看了几秒钟就看见啊，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回事呢？果然啊，果然啊，果然啊，这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啊，是在这里吧？啊，好像真的能擦一下。然后还要我们必须这样来擦。嗯，出现了一个数字啊，四个数字，还要擦半天。啊，每次还是随机的。这是什么？6800吗？6800。好，来，打开灯，醒一醒，走喽。哎，这边就是因为来来回回走了太多次，都没有感觉了。6800滴，嘿嘿，打开了吧？哎，要点这里，开门。哎。要不停的这样点，要这样点才行啊！打开了，进去，又是黑不隆冬的，太黑了。哎呦，又是这种样子，好烦了。继续往前，左边右边，继续往前。哎，这边有什么吗？哎，这边有很多东西哦。哦，很大的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嗨，你好呀。好，这个是要走吗？啊，看来是要逃，逃出去。好，这边是要关门。原来还有这样一个进程，会不会？哎，他竟然没有用手坑住，这个真是有一点不好啊！啊，最理想的状态是他一只手伸出来。哎，竟然是这样吗？还不够大。出来了，啊，哎，这是我们来的洞吗？啊，原来我们从，哎，这个不像呀，我们之前不是在高楼上面吗？怎么会这么？哎，这是一张渔网，啊，这是灯塔，进去喽。哎，这边是出去的门，这边是进来的门，右边有没有？没有。上灯塔，一路往上。哎，你好呀。啊，很瘆人的一张画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左左右右，不行。哎，这个是不是像一张脸啊？你们看，有眉毛，有两个眼睛，还有一个生气的嘴。啊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勾一下。哎，不对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点什么都没用呀，用网网住。哎，哦，我们来想一想，这是个灯吧？但是点上去没有提示呀，啊，而且我们身上带着这么多东西啊，哎，这是个怎么意思啊？看你生气砸了你，给你美黑一下，嗯，抹一下，不对呀，什么也没有呀，难道这边又要擦墙了吗？啊，真是。虽说做梦很不爽，但也不用这样吗？难道又有什么地方要回去了吗？网能用什么呢？也不行呀。用这个
锄头也不能把那个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望一望海，能不能望海？不能望海，切，难道又卡关了吗？啊，这边能不能转身啊？不能啊。哒哒哒哒，到底怎么样了？啊，总不能一个个试过来吧？把煤放进去，这也不是灯呢。啊，还想看一看上面有什么，它不让点呀。啊，又卡关了吗？怎么可以就这样又卡关了呢？再看一下。是的，大家好，我回来了啊！竟然还真是没想到，因为之前想试着组合一下这个道具啊，没组合成。原来呢是要把渔网和钩子勾在一起，然后呢干什么呢？没错，我们又要一路跑回到这个地方去了。哎，每次都有这么多的灰，真是的。还有，又要到这边来了。啊，那个在那个里面呢，那家伙到底怎么样了？啊，来，我们勾一下，哎，这样就可以上去了。哎，这边，哎，这幅画有点熟悉啊，但是我们在这边像素的看不清是什么呀。这是个什么钥匙？金钥匙。还有一个收音机，哎，啊，这个收音机就是一直在跟我们说 wake up 的那个电话。啊，这边，这个墙看上去有裂缝，不行呀，金钥匙。我们还有什么地方锁住的？没有了吧？哎，难道又要看攻略？这边我能不能打开？啊，不行，和之前一样。啊，我不会再回去了，我才不碰这个东西呢。现在锁得好好的。真是的，你在做梦的时候就要直面自己嘛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啊？一个锄头，金钥匙。金钥匙是用在哪里呢？有什么地方是锁着的吗？忘了，再看一下吗？啊，对啊，灯塔里面并没有这个锁呀。这边呢，三个抽屉也都打开了，而且没有了这个 wake up 的声音啊。哎，但是这样一来毫无意义嘛。啊，我们不会再回到这个房间来了。我们回到这个房间来毫无意义啊，地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捡，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。这个主角呢也不肯把这个电话话筒给放上去，他本来明明放上去就可以，他一定要跑到这个发出声音的地方。哎，真是的，钥匙用在哪里呢？哦，哎，一个闪亮的钻石啊，这个应该放在哪里呢？煤和钻石放一起吗？还是直接啊放在灯塔那边呢？灯塔那，哎，不对，不是在这里走的。每次来到这边呢都下意识的打开手电筒就进去了，都忘了还有这边。来，我们来到灯塔。你这幅画倒是变一变呀，你要是不变的话你就没有这个感觉了。放进来，当，好。哎，我们都触发事件了。哎，难道把这个放在这里照一照不是吗？啊，煤矿中其实有什么东西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会有一艘船过来。哎，你们好呀，他们挡住了路，来给你们几块煤。啊，给你们好好的雕像，那么用灯照照你们。哎，不行吗？杀，不行。啊，我必须逃跑。原来是这个展开吗？啊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一定要醒过来。左一下，好，是这样吗？哎，波斯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是放在这边的吗？我们看一下是要怎么样。这边已经到顶了。哎，但是我之前显然已经照到了它嘛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边的时候啊就照住这个
哎，这样就对了吧？啊，叮一下。你们好呀，我来了，来吧。哎，来，哎，哎，真是的，它会滑过去啊！哎，这真是。晃晃晃，然后呢，我们也动不了，还在放动画。然后就这样我醒来了，噩梦结束了，但是我的人生已经永远的改变了。那一切真的只是梦吗？还是那些生物是真实存在的呢？我必须知道，我必须知道真相。我无时不刻的想着，我必须回去，回到深度睡眠之中。是啊，然后我们就要去续做更深的眠。你怎么不叫卫生眠呢？好，那么深度睡眠 Deep Sleep 这款游戏的实况就为您进行到这里。我是迷之。